大家好，我是龙杰啊。今天呢，给大家录制一个斗牛的游戏玩法。现在斗牛玩的比较多哈，啊，出老千的方式也比较多啊。今天我们就揭秘一下这个斗牛啊。首先给大家列张牌，那牌呢是很普通的一副扑克牌。好，首先呢，我们把牌先要洗乱啊，就正常的这么去搓啊，随便洗啊。洗完之后呢，我们就放到这儿，上家呢随便去打个点啊，切个牌是吧？两点是吧？啊，两点的话，从顺门发啊，我们就可以拿到一把五花牛啊，大家可以看看，看这个效果。只希望兄弟们不要参到赌博当中，十赌九诈啊！啊，一把五花牛送给所有兄弟们啊，看他们的牌都是什么牌啊？牌呢不可能会，这是一点啊，多牌或者重牌啊什么的。啊，这个是没牛啊，这个也没有牛，是吧？嗯，啊，这个手法啊，其实就是这样的，其实也很简单啊。那个，帮忙点下我的直播室啊，直播室通知啊和那个关注啊，就是说每天晚上9点直播啊，直播的时候给大家揭秘一下子，是吧？嗯，感谢你们的大力支持啊，这个视频就录到这里啊。